什么老是跟着我？你知不知道你好烦呐？你明知道师傅不高兴你跟林涵在一起，你又何必呢？我的事不要你管。我不是要管你，他已经有了两个貌美如花的小姐陪着他，你不必为他牺牲，还是跟我吧。我不想再听了。就算为了他，你也不应该再见他呀。万一被师父知道，一定会放他。你这是害了他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算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过去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真的是舍不得我。一派胡言！我是兵，你是贼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抓你归案。你一定要抓我归案，才会甘心。对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啊，不知道昨晚我晕倒的时候，是谁那么好心扶我起来的呢？你还说呢？我当你是同道中人，谁知道你要耍这种手段？哼！那人家道行不够你高深呐。你可认输了，你们女人家斗不过男人的，何必在那儿死撑啊？说得对啊，好男不与女斗。哼，我没工夫跟你废话。纳兰，赵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，是轻伤而已。还疼不疼啊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对不起，我是逼不得已的。算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对了，希望下次我杀郭威的时候，你不要拦着我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你别过来。裤子破了啊！哎呀，真可怜呐，我已经看见了。热上点吧，省得被祖宗和菩萨看见了，要洗眼的。怎么样，偷看我疯四娘洗澡，当然得付出一点代价了。你就是胭脂虎疯四娘，上！说了你们男人没用。